guess I would. Even though you wouldn't do the same, I'd give you the world like I promised I would. Even though you wouldn't do the same.团体环岛，在南回出来那一段到花莲那边上出水，啊、哦，那是因为我看海看太专注了，就看偏住那旁边的草地，啊，为了总领队吓一跳，请我上车，我自己后来我自己吓一跳，说真的，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咱这好天气，哦，咱一路顺风，大家拢平安，我希望大家明年过来好无？这个冬天以来台湾温度最低的一天，真难忍啊，好不好？舒服。我真的超冷的，我超温暖的，好热哦！给我洗一看。我今天是摄影组的，我要负责任。摄影组的、哦。对对对对对。今天我觉得天气真的他妈超热。哎、欸，老实说，这个速度，我觉得我骑脚踏车可以跟，时速大概三四十而已。而且因为它车阵拉太长，所以一定会前面还会有红灯。对，事实上你们环岛啊，它是十天是不是？十天，跟我环岛时间是一样的。在我刚才骑到一半啊，然后等红绿灯的时候，满满的整齐。哦，蛮谢晒，还随身点一种的啦。啊，不过迄随身碟嘛，是爱插来去电脑再看。对啊，安尼我就买大叔的就好嘛。播放器啊，播放器一种诶。啊，今嘛手机啊，顶管买些再看。没错，现在又是小胖，鲁特在旁边喝姜茶去。超冷的。个人觉得呢，偶尔来做一下这个志工啊。感觉上还是蛮有意义的活动，好玩是好玩，在这个志工呢，算是结合我们的兴趣。虽然某人的兴趣现在已经不是骑摩托车了，是骑脚踏车。现在有了兴趣啊，虽然
慢慢的从摩托车变成脚踏车，不过今天我们是开汽车。呦呦，我是鲁特。说到不老骑士，相信很多人应该不太陌生啦。之前的电影《Old Boy 环岛日记》，十几位爷爷奶奶带着平均超过80岁的年纪，一起骑摩托车去环岛。相信到现在，那个画面依旧深深的刻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包括我也被他们那种活到老、骑到老的精神深深感动着，甚至是惊讶着。同时，我也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他们愿意骑着摩托车去环岛。是谁给他们勇气这么做的？超过1100公里的环岛，放在我们年轻人身上是可以很惬意的骑乘，没错啦。但是放在这群爷爷奶奶身上，似乎就有点不太真实了。所以这趟环岛对我来说，其实也不算环岛啦，比较像是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而到了今年，已经是第11届的不老骑士环岛，除了去年因为疫情因素停办，这一期就是11个年头。这一次不老骑士的环岛骑乘会参加，是因为观众阿杰的揪团，在环岛前透过 IG 私讯我有没有兴趣参加。当下听到不老骑士，马上二话不说直接答应了，也很感谢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愿意让我一路跟着陪骑。完整的行程天数一共是10天，但因为我实在没办法空出这么多时间，所以在行前决定这次从宜兰开始，一路跟到垦丁。其实在1个多月前，我已经和不老骑士们见过面了，也一起参加了从台中骑到南投的试骑活动。过程中有志工伙伴跟我说，环岛是这一群爷爷奶奶们的梦想。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一群人这么有勇气，会选在他们的迟暮之年走出自己熟悉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可以忍受风吹日晒雨淋，骑着摩托车坚持不懈的去完成自己的目标？是名吗？是力吗？是达阵的那一刻单纯的感动，还是真的是因为那些岁月带不走留在身上的梦想与勇气？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是我最想知道的。所以在出发前连车都还没有骑，对于这次的影片已经有很多想法浮现在我心中了。还没有出发，还没有素材，就已经在想着要怎么剪了。今天算是我的移动日，旅程的起点从台中出发进入南投。大家都说环岛最常忽略的就是南投，所以这一次特地不走西滨，从五岭经过梨山，最后在晚上的接近7点抵达了下榻饭店。早早就休息了，准备迎接明天一早的行程。我先说为什么，因为我们隧道很多，车子又快又急，还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所以呢，我们的手势中线，你们越靠近，他们就要越出去，他们就越危险。这是我这趟行程的第二天，也是这一届不老骑士环岛行程的第4天。一早出发前，在集合广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每个工作人员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因为今天是在这趟环岛中第一个大魔王路段——苏花公路。这一整路上，为了方便沟通，全部的交管人员都佩戴上了无线电。而虽然我不是交管人员，但是为了安全，也一样佩戴上了一台无线电。全体人员战战兢兢，为的就是希望今天可以安全的通过苏花公路。在戴上了安全帽以及手套之后，每位不老骑士瞬间都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单从外观上来看，完全想象不到这23位长辈都已经是爷爷奶奶的年纪了，反而每位看起来都精神抖擞的。可能是因为一早紧张的气氛，加上在1个月前培训骑乘的时候也是偏向谨慎的感觉，所以说真的在今天一开始我是觉得很严肃很紧张的。曾经看过鲁特影片的观众应该就会知道，其实我是一个蛮随性的人啦，所以在面对这种严肃的场合，加上因为中途才加入这个车队，
很多伙伴也都不太熟悉，还是会觉得全身都不太自在。一早就在这种气氛下展开了这一趟行程。在前后方都有警车的护航之下，我们正式进入了苏花公路。旅程的一开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陪伴这一群不老骑士的后勤人员。除了我们看到黄色背心的交管伙伴，这一路上我们有补给车，方便随时让爷爷奶奶们补充水分或是休息；有救护车以及医护志工的随行，提供最及时的救护工作；有前导车替交管伙伴提供前方的路况资讯；有游览车，在长辈累的时候可以提供他们休息。陪伴在旁的交管志工也超过十位，再加上前后警车的介护，真的算是非常完善的陪同啊，让爷爷奶奶们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专心的把心思放在骑乘上面。说苏花是这一趟环岛的第一个大魔王，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超过100公里的连续山路，旁边就是悬崖绝壁，路程的险恶与沿途美丽的风景可以说是完全呈现反比。虽然说目前苏花改已经开放给大型重机行驶了，但是骑着白牌摩托车就还是只能走着旧苏花。而在旧苏花上面，鲁特也发现一件事情，通常我们走旧苏花很多时候都是故意选择这条路，为的是一路上的美景，但是对于爷爷奶奶们来说，光是骑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所以我看到的是每一位长辈眼睛都是直盯着前方的路况，没有时间去注意沿途的风景，也因为体力的关系，所以每一次的骑乘时间大约抓在一个小时，就需要休息或是上厕所。而上厕所的时候，另外一幕震撼的画面又出现在我眼前，那就是有位爷爷还是需要撑着拐杖走路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累了，还是因为旧疾在身，但看到这一幕不禁还是被感动了。印象中年轻与年老的定义在这里也瞬间变得模糊。我不知道这位爷爷今年几岁，但是据我所知，这一届的不老骑士平均年龄超过75岁，年纪最高的是98岁。不过75岁也好，98岁也好，这位爷爷用他强大的意志力打破旧有的既定印象，让大家知道老也是可以老得很年轻的。这一次我跟一群超过75岁的年轻人出门环岛，苏花公路到了这边，总里程刚好来到了一半，所以在日治时期，这里也叫做半分。后来转为闽南语发音，直译过来才成为汉本。而汉本驿站前身是位于奥花村汉本海滩旁的安检所，由台泥与和平电力以及海巡署共同合作，把原本的安检所改建成新的地标。180度的蔚蓝海岸，这里建筑物上的每幅彩绘都与海洋互相连结。亲近海洋之余，也共同关注海洋保育以及日益严重的海洋废弃物问题。这么美丽的海滩，谁都不想要看到垃圾出现在上面嘛。要说知名地标，那这个七彩秋千应该是会吸引很多人来的其中一点。收费一次是50元，如果不想荡七彩秋千的话，在沙滩上也是有秋千，周围甚至还有石头排出爱心的形状。在汉本驿站，除了这里的景色迷人之外，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与这一群爷爷奶奶的互动。我竟然有一点不太敢去和他们聊天。现在回想起来，当下可能是因为身处苏花上面，还没离开苏花，紧张的气氛也就当然还没消失嘛。所以其实在停车之后，我就一个人在旁边孤单的飞着空拍机。不过看到身边的其他志工都可以很自然的与爷爷奶奶们相处，真的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佩服。对于长辈，我实在不知道聊天要怎么开头。一开始想去和他们聊天，我还是会憋憋的，最后就还是说了。其实今天的行程呢，对我来说只是第一天，因为昨天我从台中然后走七甲到南山，再往宜兰，
到宜兰之后，我们在苏澳住了一晚，今天我们正式启程。我的这趟环岛之旅对我来说只是第一天而已。我们这次还有警车护送，因为跟我们一些那些长辈，他们比较年纪比较大，所以骑苏花的时候怕会有危险，所以我们有警车一路的护送。我已经很久没看到，很久没有看到这片海了，好不好？非常的感动啊，真的非常的美。他们的行程是十天，那我的行程呢？因为我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我跟了礼拜六日一二三，然后他们上礼拜四出发的，会到礼拜天。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超狂超强，尤其是我刚才在骑的时候啊，身边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那这些长辈呢，有些人他们可能会怕苏花上面的路，因为弯道比较多。啊，当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可能就比较还好，可能也比较长期车辆的操控性呢，我们也比较有把握。可是呢，对这些长辈来说，并不是在出发之前，他们可能会比较害怕。可是我觉得他们很勇敢，因为他们还是继续骑。我们就慢慢的陪他们一路骑，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画面离我们画面最近的这一群是道安组，这次呢是道安组其中一个观众，然后他邀请我的，也刚好有这个机会啊，也来做个公益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来了，我们已经准备要出发了 ，Go Go！ 离开了汉本驿站，接下来我们准备继续往花莲前进。其实从一早出发开始，我心中全部的思绪都是放在人物身上。直到最后一段的苏花，把我从思绪中拉出来的，还是这一段天险之路中蓝的有够不够真实的天空以及海洋。回过神来，突然想到这一次的环岛是顺时针环岛，对我来说逆时针环岛是真的环了很多次了啦，而顺时针却是到了今天才第一次体验。随着太鲁阁大桥出现，也代表着我们正式离开了苏花公路。在苏花上，虽然有着呼啸而过的砂石车，还有旁边的悬崖峭壁，但是爷爷奶奶们骑得很稳，进度也符合行程表上预定的行程。我们也进入花莲市区了。刚刚睡觉的时候趴着睡，可能有点僵硬。我们扭一扭，活动一下，换边，哦，换刚刚转的另外一边。为了有下午的体力继续骑车，再来吃完饭，还稍微让爷爷奶奶们睡一下。睡起来后准备骑车，暖身运动更是必备的。早上的花莲跟下午的花莲还是稍微有点落差的。出发的时候，天空灰了起来。离开了苏花公路，进入花莲市区之后，从这里开始，对于爷爷奶奶们来说，可以说是放松了许多啊。因为接下来到南回公路前的路都是大直线，暂时不会有幅度那么大的弯，再加上美如仙乡的花东纵谷，相信长辈们一定可以放松不少，甚至连陪同在旁的志工伙伴们，也可以说是松了一大口气，不再那么的提心吊胆了。而计划永远就是赶不上变化，这句话在每一次出游的行程里面就是不变的真理。就在我们想着接下来的行程妥妥当当的时候，果然啊，这老天爷依旧不给面子，一瞬间还是落雨落来啊。一开始的雨势不算太大，就只是毛毛细雨而已。但就在经过吉安乡进入寿丰乡的时候，倾盆大雨就这样下了下来。安全帽外雨滴逐渐疯狂，风镜帽套逐渐变湿，安全帽里面交管志工的声音也逐渐紧张。现在最重要的是需要找个地方赶快停下来，让爷爷奶奶们穿雨衣。幸好没有离开市区很久，在市区附近台九线上的加油站密度还算高，如果离开了寿丰乡，可能接下来要骑个20分钟才会看到下一间加油站了。不过这里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有了这间加油站可以让我们在这里穿雨衣，而是加油站里的工作人员
一看到我们出现在加油站，马上拿着伞出来帮忙撑伞。我不知道这位工作人员看不看得到这部影片啦，但是真的非常感谢你的付出，当下看到真的很感动。穿完雨衣继续启程，雨势越来越大。这时距离我们今晚下榻的地方还有大概一个小时的路程。在刚刚穿雨衣的过程中，我无意间听到志工们在讨论雨战时骑乘的安全。他们觉得不可能会想坐车的啦，能骑完他们一定会想要骑完。虽然我是偷听到的，但是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中那几个疑问又突然浮现了上来。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坚持？坚持跨上机车环岛，我想这些爷爷奶奶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抱着一个会担心自己能不能完成的心报名的。对他们来说，这一辈子有些人为了养儿育女、省吃俭用，放弃了享乐的机会，经历过遥远的人生旅途之后，但却不见得完成了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比起外在的名利，在现在这个阶段，外出看看这个世界，与儿孙共享天伦，在现在这个阶段才是他们的一大乐事。而为什么是要用机车这个交通工具？其实我在这趟旅程中有向志工提起这个问题，因为开始影片的方向，我原本是比较想用访问爷爷奶奶们的方式来呈现这一次的环岛的，但这位志工突然笑笑跟我说，他们很可爱，你去问他们，他们一定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的。一听到这个答案，我马上就明白了，甚至还会觉得自己怎么会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因为对骑士来说，骑车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让引擎取代日渐衰退的体力，油门吹下去可以重新追上年轻时的热血精神。骑车不分年龄，不用理由。很感谢这位志工，他只用了一句话就回答了我所有的疑问。经过一整天的骑乘，最后我们终于到了今晚的住宿点花莲光复糖厂。小木屋，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啊，它这里面非常有日式的风情。它整个结构呢是木造的，从我们一开始呢是从一个木门进来的，这个是纸窗，冰箱还有我们的茶水就放在这边。这边是要脱鞋子的，脱鞋子都上来，有点乱，不过没关系，我还是要带大家导览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间真的蛮有特色的，而且它就在台九线的旁边，所以如果你环岛啊，或者是你有骑台九线的话，它只要靠进来不到三分钟就到了吧，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蛮不错的，离主要道路也蛮近的。走进来之后，这就是我们客厅。客厅呢是现在很乱的一个地方，不过没关系，你们就假装没看到啦，因为我东西比较多，东西实在是真的他妈太多了，充电啊，昨天吃剩下的东西啊，叭叭叭，我就直接把它全部冲在地上了。然后刚才飞了空拍机飞了半个小时，所以要赶快充电。里面就是我们的床，昨天呢打了地铺，我们这是睡榻榻米的，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它这个床真的暖嫩。我不知道是不是睡榻榻米都这样啊，可是通常睡榻榻米的他们都会用一个就是这个床垫嘛，也有人不用床垫，可是我是有用床垫，睡的算是还蛮好的。昨天我们的里程不多，大概100多公里而已，不知道什么，就是睡起来就是很舒服。这就是我们小叮当的家了，原本是放床垫的。另外一个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就是浴室，诚如各位所看到，暴雨这个，我觉得他们那些骑士真的也蛮厉害的。一开始的时候跟着淋，非常的猛。他们就是不老真男人，不老真女人。所以我到的时候呢，赶快就是直接先洗澡。各位，你可以想象呢，我全身湿，然后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哇，我的心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啊！终于可以洗澡，而且呢，热水够热，水也够大。然后呢，他还附了一个这个木桶的澡盆，水放下去的时候呢是超大的，有没有听到这个扎实的流水声？水真的非常大，而且一下就热了。花莲光复糖厂成立于日治时期，距今已经超过了百年的历史。经过了二次世界大战被美军炸毁了之后，有台糖接手，转型为观光糖厂。原本的员工宿舍经过改建之后，转变成为目前台湾仅存的日式构造建筑群，
就是我们今天落脚的地方。从外面的造型灯饰到榻榻米配上木地板，哆啦 A 梦的家，和式拉门，浓浓的怀旧风情，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感受到日式木屋的风华与典雅。都可以量得到血压，如果你有觉得不舒服，你随时来找我，好不好？所以你这个刚没烦恼，我在这边就烦恼啦。然后三叔有一个活动，一早由医护志工量血压，以及活动组志工的早操，开始我们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健康状况在这一趟旅程中是我看到最重要的部分，当然也是有很可爱的爷爷奶奶。安尼你足过节的呢？别啦，我哪过节？安尼无尿尿，你都安健健安尼尿个阿尿才会使安尼。看到这一段，你能不爱那种志工付出时的态度吗？只能说爷爷奶奶们真的很可爱。年老这件事是生活在时间中必然的结果，身体用久了，当然会更需要时时刻刻去注意状况。在医护志工的坚持，活动组志工的带动下，为今天即将来临的130公里注入满满的活力。量完血压，做完早操，带着完美的状态，今天我们准备前往台东。经过昨天傍晚的雨战，今天一早的天气仍然不是很好。从公路上往山的那一头看过去，是个多云的日子。果然骑不到15分钟，就开始有雨滴滴了下来，完全看不见太阳公公的影子。从昨天的路上开始，虽然前方和后方都有警车借护，但还是可以看见交管伙伴们比出各种手势，用意是提醒爷爷奶奶们，这里该右转了哦，准备要左转了，红灯了，停下来，黄灯，准备停车，大概5到6种手势吧。一开始我对于手势其实也不是太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意思啊，不过经过一天之后，也逐渐知道了手势的意思。虽然骑的是挡车，但我还是尝试在红灯或是左转右转前，把手举起来提醒后方的爷爷奶奶们。一开始举个手，甚至还会有点神色。不过随着手势比的越来越多次，自己才觉得举起手这个动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别扭，反而是越来越融入这个车队。所以昨天可以说是只是我的见习阶段啊，今天才逐渐转职成志工。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举个手而已吗？是有多难啊？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类型的志工，所以不要小看举手这个动作，它也让我在面对爷爷奶奶们的时候更加的有自信。梁静茹需要勇气，爷爷奶奶们出来环岛也需要勇气。做志工看似简单，但是从别扭到自在，我也需要勇气。这次的环岛除了景点，爷爷奶奶们也会到养护机构陪伴全台机构里的长辈。从需要被 take care 到 take care 其他长者的角色，他们成为了陪伴他人的人。角色转变的过程之中，让我们知道原来人活到老不是只有吃饭睡觉这些事可以做，端看自己内心的想法。而对于机构里的长辈们，不老骑士们是他们可以亲眼见证的学习对象。拿着拐杖的爷爷都可以骑车环岛了，虽然不一定是指骑车这件事，但是相对于生理机能上的限制，一颗对生活暗淡的心，才是自己在达成梦想的这条路上最大的阻碍。很多人都说，随着年纪变大，我们也会慢慢变老。不过这群爷爷奶奶们让我看到了，我们并不是渐渐的变老，而是随心瞬间就变老了。就像《黑暗骑士》的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说的，人生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活着的时候心却已经死了。
唯有自己觉得自己老的那一刻开始，你才是真正的变老了。疫情因素，我没办法进去机构里面，所以在爷爷奶奶们陪伴机构里的长辈的时候，我们也没闲着，帮他们的机车把油量补满。我觉得花莲今天的天气啊，真的非常棒。虽然说不到真的有很大的太阳，但是远方的山呢，有一层又一层的，像是云雾的东西。刚刚沿着台九线骑来的时候呢，左边的景色真的非常美。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这边就只有这个环岛的活动而已。那在长辈他们到饭店之后呢，我们晚上都还有开那个算是一天的吾日三省吾身嘛，啊，我们是吾日一省吾身。然后开那个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检讨说，今天在骑的时候有哪一边是比较需要注意的。我们这个加油也是制式化加油，油枪拔起来就是没在放油，对啊，就是一直加。对，不然这样光等那个他那个读卡的那个时间嘛，等到对等很那他那个中油蛮久的，等到工兵。感谢你哦，谢谢哦，下次再来。哎，这要怎么用？哦，好，有了有了。好，我们现在加完一台了，我们准备去换第二台了。我们那边一共有三十几台要加嘛，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志工还有这个来回穿梭。机车把油补满之后呢，就准备继续出发。我们到时间啦，五个。加满油，我们回到台九线，进入台东前，我们停在富里吃午餐。我会惊，你搞我冷的惊嘞。长长烧火，你就惊吼，我知影。肚子会不会饿？没有饿哦。没有。没有饿过呀。那等一下要吃，要更认真骑才会比较饿。很可爱，很可爱。大口吃饭。哦，对。哦，有。有啊。好吃吗？好吃吗？好吃，好吃。好，赶快吃。哟，各位，现在我们。人已经来到了这里，算是富里了吧。然后现在时间呢，12:30。啊，今天骑的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到了东半部，然后路超直又超宽，骑起来非常的舒服，就算慢慢骑也很 OK。然后现在我们停在这边吃午餐，午餐地点呢后面可以看到大片这个稻田，看过去非常的放松。最让我担心的就是那里了，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到那边。目前呢，小小的乌云啊，小小的还 OK。不过那边雾雾的，看起来目前是在下雨。刚刚我吃饱饭走出来的时候，这座山呢还是非常的绿，不过现在已经铺上了一层白沙了。这里是那个富里乡农会，从空白画面上可以看到呢，这边有一大堆装置艺术，它好像就是用那个稻草把它架起来的。因为基本上我们还有那个长辈，所以我们这一趟的路呢，我们都是沿着台九线，就算有停留的点，像是吃饭或者是刚刚的休息地点，都不会离台九线太远，只要转进来一下下，不用五分钟就可以到了。又是台东，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台东了。虽然我去年很常去台东，可是今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东半部，感觉还不错啊，跟以往一样放松的心情。真的很担心这一块啊，真的非常的担心啊。希望等一下在我们出发的时候呢，不要下雨。可以看到呢，我们昨天在下雨的时候，车队就会拉得比较长一点。骑乘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速也会放慢。个人是希望不要下雨啊。现在呢，我就要休息一下。刚飞完空拍机，现在目前呢是给长辈睡午觉的时间。下午开始，长辈会想要睡觉。边骑车呢，如果想要睡觉的话，也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中午吃完饭的时候，让他们睡觉，可以好好的放松，然后也有休息到，这样会比较好。现在在滴了，各位已经在滴雨了啊！等他们起来，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Go Go！ 吃晚饭的时候，已经可以看见远处山雨欲来，而接下来我们即将离开花莲，进入台东，第一个迎接我们的乡镇池上乡。逆时针环岛，每每要离开台东，都会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但是这一次，以往伴随着强烈不舍感的那个乡镇，也因为这一趟是顺时针环岛，池上反而成为了迎接我们的第一个乡镇。跟我两年前的记忆相差无几。前两年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个雨大到全身没有一处是干的，而这场雨就像是下了整整两年，上次来在下，这一次来依然在下。从北往南离开富里，进入台东不用五分钟，大坡池的路标就在台九线上欢迎我们。骑了大概一个小时，经过一整片绿色稻田之后，终于来到了我们今天下午的停留点了。
600到200万年前，在菲律宾海板块的抬升下，海岸山脉逐渐与台湾合体，形成了台湾最大的断层——华东纵谷断层。直到目前为止，这个断层仍然活跃着。大坡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天然断层湖，面积大约28公顷，位于海拔269公尺。池上被誉为鱼米之乡，米以池上为贵，鱼则是来自这个大坡池，这也是池上地名的由来。可惜经过几次台风之后，目前水深最深处大概只剩3公尺。那种扁舟上渔翁撒网捕鱼，如诗如画的画面，如今只能用 SUP 水上脚踏车以及划船来追忆了。而如果划船划到一半，桨不小心掉到湖中，业者还会很好心的开船帮你捡起来。在台东各个景点竞争力极高的地方，曾经名列台东十景之一的大坡池，辽阔的池畔风光就像是大自然恣意挥出的一幅风景名画，坐在湖边就能感受到池上之心的静谧。小爱小，我只能说来参加这个不老骑士的志工好像都怪怪的。平常压力很大，对，平常压力很大，发泄一下，发泄一下，发泄一下。说到志工，其实我的志工经验从高中就开始累积了。而且还是做了超多时数的志工服务。不过大家千万不要把我想的好像很有爱心很厉害，因为我高中做志工是为了要消过。身为一个烟酒生，自然就很常到训导处报道，加上翘课、翻墙、打网咖，几乎是每一样都来。标配呢，两大过两小过。而志工服务这个爽缺，比起在学校里面打扫可以说是好太多了。有冷气吹，还可以去买饮料，打打杂，耍耍废，两个小时就过去了，领完时数，下一次就可以再被多抓个几次。所以那时候更多的是为了志工时数，为了不被退学做志工的。服务的当下也就没有相比于这次行程前的谨慎小心，自己还是感觉到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相对于以前学生时期的志工，这两天我从这些志工伙伴们身上看到，一名志工其实需要具备的条件是非常多的，除了是发自内心自己想做这件事。从被服务者的生理状况到他们的心灵层面，每一项看似平凡的动作都有着他们的专业在。像是跟爷爷奶奶聊天这一种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东西，我就做不来。更不用说医护志工他们对爷爷奶奶们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了。如果说苏花公路是大魔王，那在过了池上之后的台九线可以说是更不容忽视的一段路。台东的路又直又长，简称直长，加上下午开始的行程，长辈们的体力也逐渐下滑。相对于苏花上面大幅度的弯，这直长的公路骑得久了就会想睡觉。不过在骑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我们还是顺利抵达了今天的住宿点，位于台东市区的康桥大饭店。列为世界八大特色图书馆之一，金字塔型的建筑，斜面屋顶上种植着大量草皮，充分利用山海环境，得天独厚的地理景观。这一座知识金字塔位在台东大学里，爷爷奶奶们在这一群高龄健康与照护管理原住民专班同学们优美的歌声以及迎宾舞的招呼下，在这里与同学们互动。一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充满特色的地方。不过台东大学的图书馆与今天即将到来的行程可以说是天差地远，因为今天的路程又是个满满的山路，就像我出来车队的那一天一样，队伍中严谨的气氛又慢慢出现了。南回公路对我来说就是一条可以好好放松看风景的公路，但是对于爷爷奶奶们来说，虽然旧南回现在的车流已经少很多了，但蜿蜒的山路还是让交管伙伴与各位志工们绷紧神经，还用第二个大魔王来形容等等即将到来的山路。
吃饱喝足，让爷爷奶奶们休息了一个半小时，在精神充足的状况下，整队准备出发。东半部的最后一条山路过了这里，我们即将回到西半部。经过太麻里后的南回公路，爷爷奶奶们一样骑在我们的右手边，而海开始出现在我们的左手边。骑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只想到一个故事。在20世纪中叶的古巴，一位来自圣地牙哥风烛残年的老渔夫，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钓到鱼了。但即使拖着疲惫的身躯，他依然不肯放弃。终于在一天钓到了一条比他小船还要大的大鱼。经过了两天两夜与大鱼的搏斗，他最后终于成功的征服了这条大鱼。但是把大鱼拴在船边之后，大鱼流的血引来了无数条鲨鱼，最后大鱼还是逃不过被鲨鱼吃光的命运。老人只能拖着这条大鱼的骨架回到家。这看似悲剧，却同时也是个激人心的故事，今天也真实的出现在我眼前。故事中的老渔夫成了这23位不老骑士，海洋就好像他们这辈子的人生经历，小船变成了摩托车，而那条大鱼则变成了这超过1100公里的旅程。以前到了南回公路的时候，我都是平静的看着海景，享受那一种放松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却是带着澎湃又激昂，同时敬佩着长辈们的心，与爷爷奶奶们一同经过这一条全台最美的公路。烟斗，就烟斗。啊，你不讲我就水耶？你就水，我都免讲啊，因为你阮大家拢知影。啊，谢谢啦。对啦，安尼啦。21号的大姐，赞，准备上车，张这样子的，嘿，照一张我就坐上去，好好。随着这几天的相处，看见我穿梭在车阵之中，可能爷爷奶奶们也越来越知道我是谁了啦。休息的时候，忙着记录他们英姿的同时，也开始会跟我讲干话了。从我第一天加入车队开始，到现在逐渐与他们有互动。很难说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感觉。鲁特自己是觉得这应该就是归属感吧。很奇怪的，明明我是来当志工服务这群爷爷奶奶的，但是我竟然在这过程中有了一种被认同的感觉。这也让我在当天就决定，明年一定要从第一天开始就跟着他们出发。台东还有屏东的交界点，阿盖北北是说那个屏东关呐、啊，嘿，那台语啊，屏东关呐、啊，屏东关我都听没听懂，对，屏东县呐、啊，哎，不了解不了解，坐游览车开车经过，摩托车第一次，哦，摩托车第一次嘛，有没有不同的感觉？因为开车它四个轮子的，对，我可以躺在那边，啊、哦，对对对，全神贯注，嗯，左右，对，就算我们有交管，对，安全还是我们要注意啊。对，有时候也有车子突然间进来，可能有铁盖，对，哦，或者有补线，有高低，那我们还要选择你到底要骑这边，骑这边，对、哦，就要更注意路况这样。对，啊，交管只是负责给你们维护，对，所有还是我们还是你们要自己选啊。等一下还要继续小心骑哦。好，好，高，是吧？屏东关，屏东关，屏东关呐、啊，屏东关呐、啊，屏东关呐、啊。说你是我跟你，我说什么关？什么关、啊？无，我和你去坐车，坐车，坐车，你去坐车，好，行紧，好。你坐车，你坐车。离开了南回公路，我们回到了西半部，通往垦丁的平和公路上。
即将西下夕阳，在我们的右手边，把海面照得金光闪闪的。看到夕阳准备西下，让我想到那时候在布老骑士电影上映之后，印象中我很感动的一句话：我的太阳已经准备要下山了，你们的太阳才正要升起。那位爷爷好像是在跟志工对话，看见夕阳的时候突然脱口而出这句话。当下在电影院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马上变得酸酸的。这岁月悠悠，衰子于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至灵魂。虽然我们的年龄有限，但灵魂上的意志是任何东西都没办法超越的。要我说的话，这大概是我这辈子看过最美丽的夕阳了。而这个美丽却不是因为这落日融金，也不是因为这暮云合璧，而是好像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完成了对自己生命的超越。各位，现在时间接近五点了吧，超过五点了。我们在这一片美丽的云彩下呢，我们终于抵达了垦丁。今天晚上我们要住宿的地方，垦丁的富华饭店。骑到肚子有点饿，我的 GoPro 杆已经没电了。我们这个救护车的弟弟非常的帅，开车还戴墨镜，行不行啊？哎呦，好像有哦，酷帅很够哦，不要偷笑，他21岁而已，非常的可爱。好了，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停好了，然后等一下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就要去房间。进去房间之后呢，再拍给大家看。哥哥，各位晚上好，现在时间是10点了。我们到垦丁福华之后，刚刚开完会，大家都已经准备休息了。我刚已经把我的档案全部拉完了。今天算是我在这边的最后一个，也不算最后一个晚上啦，因为我们礼拜五还会在那个，算是这一趟环岛，我直到明天，然后我就会先回台中，之后礼拜五晚上我再去找他们，因为礼拜五的隔一天就是礼拜六，礼拜六他们就达阵了，所以礼拜晚上会有一个达阵晚会，那我们就会去那边吃饭，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像是发表自己感言的活动之类，那我也蛮想要知道那些长辈们他们对于他们这趟环岛，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出来骑车环岛。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冲击，年纪最大的98岁吧，我记得没办法，我是没办法想象一个98岁的人可以来环岛的，所以我还蛮好奇的。那再加上这几天，我觉得骑起来的感觉呢，对我来说就是除了很有成就感之外，看他们这些长辈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些志工，真的很厉害，非常的佩服。虽然我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开始，但是至少也要跟他们一起结束。这部影片到这边不会结束，到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去达阵晚会，然后礼拜六的时候陪他们一起达阵。明天就只会到跟第一个行程到 7 而已啦。所以呢，我现在就准备要休息了。明天的话，我应该会早点起来，然后去飞一个空拍机往南骑到鹅銮鼻。所以明天呢，预计我起床的时间是5点。这几天天气都很好。尤其是今天早上在台东，我从窗户就可以看到那个日出，所以我想说去拍个日出。晚安啊，各位。现在我们在那个 7 南北站门市，这边是我的最后一站，虽然是最后一站的，不过刚刚一到的时候还是发生了印象蛮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要走进去 7 买这杯咖啡之前，我看到有一个爷爷，他把钱丢进那个公共电话，好像是打电话给他的家人报平安吧。反正我就大概听到他说什么，哦，今嘛嘞，垦丁啊，过两三天都到台中啊。然后台语比较烂，不好意思。然后我觉得啊，他连手机都没有带出来，甚至他可能也不会用手机，应该吧。可是他却有这个勇气，然后来环岛。虽然我现在看到的是他打拿公共电话打，是第一次看到。不过我觉得在这，因为今天对他们来说已经第7天了，所以过去的这7天呢、啊，每一天都是拿着公共电话打电话给家人报平安。我觉得这真的超屌的。然后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就准备要出发。这是我最后一站，哥哥。5天就是这样，6就是这样，对，7就是这样，对，8。对，然后就9，有这样，啊，10全10美就到了，谢谢，这是我大姐，哦，真的吗？真的，哇，厉害，一起，小娇来徛呢啦，哎呀，哇，太厉害了，她大我2岁呢，比我健康，没有，你看你看那腰，两个都很健康，手都可以弯到脚底嘞，对啊，你看，你好厉害，好厉害，你看 Q 了吧？不行！哇，你慢一点。我们等一下要离开了，想要跟我们这群不老骑士说再见。1、2、3。
经过了超过两个月的训练与骑乘，爷爷奶奶们即将迎来他们在这趟旅程中最骄傲的一刻。明天就是这趟旅程的最后一天了。达阵前一天，按照惯例举办的达阵晚会，让爷爷奶奶们齐聚一堂，吃饭、聊天，看着十天来发生的点点滴滴，发表十天来的心得。对爷爷奶奶们来说，他们从原本不认识彼此，到坚持一起完成共同梦想，最后写下对彼此的祝福及感谢，陪伴这件事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不、哦，还要跟你们说，我是领奖的啦。哦、跟总统合照，啊，我儿子陪我去啊。你比较引导啦，不是，你太引导。而对志工们来说，我相信看着爷爷奶奶们达阵，那种荣耀的感动，只有自己实际参与过后才能体会到。虽然我不是第一天就加入这个车队，但是在经过了这五天，看着爷爷奶奶们，还是特别替他们开心的。各位朋友早安，今天是我们3月19号，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8:35。今天我们起个大早，因为今天是一个大日子。今天我们这一群不老骑士爷爷奶奶们，今天就要达阵，他们终于完成了环岛一整圈的这个壮举，距离里程17.5公里，这一趟环岛旅程里面的最后一段路。这个彰化老人养护中心的志工也是出来跟他们相见欢。那我们等一下呢，就达阵见。17.5公里的距离，从彰化到台中，这最后一段路，我看着爷爷奶奶们的背影，心中从第一天开始对他们的敬佩，到这最后一天不减反增。虽然说是最后一天了，但是他们完全没有一丝松懈的心，一路上依旧直盯着前方路况，车队的队伍排得一样整齐，交管志工仍然战战兢兢，21号奶奶依旧可爱的对我比着赞，仿佛就像是我刚加入的那一天一样。最后在亲人的陪伴以及欢呼下，爷爷奶奶们全数达阵了。不老骑士上，不老骑士哟，不老骑士放声吹。I'm just an old man counting the days till I can see you again. If you've been watching the whole time, you should know that she's just a friend. I get lonely in the winter, and at Christmas the kids that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I'll be taking care of myself, 'cause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around for just left. Our oldest is at my bedside. He's got a grandkid of his own. Look at this family we've made. We've done some pretty great things. Yeah.
在一开始，我觉得这一趟我是来当志工付出的，但是超乎我预料之外的，这一群爷爷奶奶们却也用他们的方式，同样的替我上了宝贵的一课。他们的态度让我知道，即使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但却无法在灵魂里刻上一丝痕迹。他们对于追求梦想的勇气，对于生活上乐观的态度，甚至是老年的干化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跟一群超过75岁的年轻人去骑车，得到的东西远比这超过1100公里的里程数还要多，也让我知道一场大型活动举办起来是有多么的不容易。感谢一个月前的自己鼓起勇气出发。不老骑士，我们明年志工见，我们要一起骑到超过100岁。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哦。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